六十年老蛙贵首选，台南人一面倒的推荐就是这间一味品蛙贵。这里只卖蛙贵跟鱼羹这两种菜品，是颜色相当深的蛙贵，上面淋的酱油膏是店家自制的，里面的火烧虾已经忍不住出来打招呼。它是再来米浆制成贵，还加了特制酱油的原料，造成这么深的颜色，再加上猪腿肉、火烧虾跟五花肉丁，酱汁香醇，口味却角色适中。这里的蛙贵一入口就是火烧虾的古早香，再加上五花肉丁的点缀，这味道真是让人流连忘返。蛙贵的浓郁古早味香气会让台南人回忆起小时候的味道。